大家好，我是统一超商徐光宇。 7-11 长期关注永续议题，并以实际行动推动永续经营。3月26号晚上8:30关灯一小时，邀请您一起共襄盛举，为地球留下那一点绿。地球永续，你我日常 ，Made Good Easy， 轻松做好事，有 7-11 真好。轻松做好事。